诸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是我们在极乐寺第二次是。我看到有上官同学的报告。学习心得报告，上官老师，主题：念佛往生真实不虚的科学依据。《无量寿经》续分中有一句经文：“一切大圣神通已达。”这句经文让惭愧弟子非常感动。大圣已就大阿罗汉，亦可虽外现声闻，内密菩萨之行，故名大圣。又达者言正，正六通三明等是也。这句赞与会诸大比丘之德的经文，实际就是世尊弥陀良土导师在本经开端就给我们今现在闻法的众生以最殊胜的加持，让我们对极乐世界，对持名念佛，对自己本来是佛升起最强信心。何以见得？念老在科注中有明确解释，阿难当时虽未得漏尽，但已当机应虚并列。世尊说法皆为我说，因此依据书操所云，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如是之人正是当机。倘若我等亦真信真愿往生极乐，即是当机，即与阿难无二，亦并列一切大圣。其实真信愿真念佛时，即蒙弥陀本愿威神，就等同大圣，现前就是最极立根。如此说来，我等皆与尊者阿难无异，往生信心更应坚固不退。但是现实生活中，毕竟更多的同修信心难生，虽有贤公郭老菩萨统统的慈悲表法，虽有世尊无量深意的经文句句点醒，问题到自己身上时就难以自如。我真的能见佛吗？阿弥陀佛是怎么化身来的？真能把我接走吗？往生以后能即刻回来吗？往生还能照顾家人吗？这一系列的问题普遍存在，甚至很多老修行到临终业障现前时都没办法应对，依旧随业流转。可惜为人又闻净土法门这一遭，惭愧弟子对科学一窍不通，念佛尚属初机，但愿以自己学佛体会和浅显科学知识结合，把念佛为何会见佛、阿弥陀佛如何接引、命运为心造、以及整个宇宙和人的关系浅述一二，给念佛往生真实不虚做出科学例证。一、意念是什么？一、意念就是光波。
学佛最基本的认知，就是一切法从心想生。心想，用现代言语解释，指心念、意念。本经一向专念，就是把所有的意念都集中在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上，都摄六根，转杂念为净念，念念相继，念念是佛。现代科学指意念是一种运动的物质场，是波动现象，是一种电磁波，可以作用于人体，也可以作用于体外任何地方，甚至肉眼看不到的地方。本经中阿弥陀佛名号又名无量光，实在讲，光这个字与本经、与佛法、与真如本性都是最妙的字，因为尽虚空遍法界都处在一片光当中，都作用于一片光当中。意念就是光，意念的本源没有污染的样子，就是常寂光，污染以后还是一种光波，只是作用力道发生改变，本源并未改变。觉悟以后，意念又回到常寂光能生万法的样子。在量子力学里，光分成两部分，一个是波，另一个是粒子。这个波是永远都不可观测和测量的，到任何地方用的时间都是零秒，波的轨道随时瞬间改变。量子力学里，光的波动现象就是心念、意念、起心动念，也是弥勒菩萨所说一弹指32亿百千念。因意念的生灭速度太快，所以科学不可观测和测量，因为这个意念产生的波动现象超越光速，所以到达一切空间所需时间为零，也就是空间和时间彻底瓦解。尽虚空遍法界，只要用念想就可到达，或者自己的任何一念皆波动影响到整个虚空法界，这种作用是在同时产生。意念光波的特殊性，使得无有过去、现在、未来，无有此界他方之分。因此佛经常讲意识，意识是事实真相，不是形容。所以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这种感通就是光波的作用。而念佛的光波不同其他光波，那是自性光，只要众生念起，佛菩萨就同时知道，并同时应众生所感而化身而来，或冥冥中加持众生。尽虚空遍法界真正的沟通传播方式、交通工具和存在形式就是光。弥陀名号无量光，真正是意味着自性本来面目，一切空间无有障碍，通达自如。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这是法藏比丘因地发心至善圆满所感，发心就是心念，心念慈悲无比，包含整个虚空法界，所产生的光也就能真正平等普照，度化众生最极方便究竟，就因为平等普照，平等成佛。弥陀所放百千光明，这种无量光是自性光明，我们十法界都是在这无量光明中，但因自身障碍迷惑而不能察觉。十法界众生意念的光波虽能瞬间互相交叉联络，到达或影响他方世界，然而其力度强度比起自性无量光却相差太远，
原因在于心量不同，染境不同，众生心念的有限光波也是 源自于自性无量光，一体的两面，好比手心和手指配合可以持物，而手背和手指配合却不能持物，但始终不离一体，无二亦无别，所以才有是心是佛。二，意念光波产生物质现象，并可改变一切境界。量子力学称，光的另一部分是粒子，粒子按照波所传播的轨道传播，并随着波的传播轨道瞬间改变而改变。当粒子没有显现的时候，可以说粒子是虚无的，但不是不存在。某些量的干扰出现，使光变成粒子，粒子就此形成。量子力学里的粒子，就是物质的单位名称，所说的波，就是意念的光波。意念的波动现象产生了物质和境界，如弥勒菩萨所言，念念有形。然而科学不可测量的是，某些量的干扰出现，使得光波变成粒子。实际上，那些干扰是一念不觉，一念迷惑，也就是缘。意念光波是因，迷惑的意念感应来的是缘。因缘具备就有果报，就产生了十法界一正庄严。善心、善念、善的光波感应来善缘，产生三善道。恶心、恶念、恶的光波感应来恶缘，产生三恶道。这个缘也是一道道肉眼看不见的光波。心念的光波转恶为善时，缘分的光波也就随之转恶为善，产生的果报也随之改变。小到身体每一部分，大到十法界一切事物，都是光光交融、光光瞬息转变的生灭现象，是因缘果报的现象。所以菩萨为因，众生为果，要想改变境界，只有找到根源，那就是我们的心念。这就是量子力学检测到的，粒子的轨道是随着波的轨道而改变。量子力学另一重要发现是量子运动的不确定性，因为心念决定境界，改变境界。这个心念是自己的心念，不是指别人。自己的心念牵动虚空法界一切有情无情众生，自己是心灵的主宰。三，显态和隐态就是迷惑和觉悟的样子。量子力学表明，微观物理实在既不是波，也不是粒子，真正实在是量子态。真实状态分解为隐态和显态，由于测量所造成的，在这里只有显态才符合经典物理学实在的含义。这段话就是科学证明华严十玄之隐秘显了俱成门。我们凡夫只见到显态，也就是肉眼能看到或能测量的，我们以为是实在的，其实还有更深层的隐态，是我们觉悟后才能看到的，而隐态又是科学不能深入的，只有清净心和平等心才能慢慢契入这个觉悟的隐态。无比幸运的是，我们遇到净土，遇到阿弥陀佛。但凡老实念佛，莫执念去的人，就能见到这个隐态。贤公百年注释表的就是这个坚定不移念佛，见到诸法实相的法。末法时期，只有念佛才能回归科学所说却又测量不到的真正实在。华严玄门
毗卢性海，唯念佛能入。可见不能念佛，真是非痴即狂。二，用量子力学和全息摄影解释往生见佛真实不虚。一，科学证明宇宙正是因陀罗王法界门。1982年，巴黎大学物理学家所领导的研究组织进行了一项20世纪最重要的实验。他们发现，在特定情况下，例如电子，同时向相反方向发射后，在运动时能够彼此互通资讯，不管彼此之间的距离多么遥远，他们似乎总是知道相对一方的运动方式。在一方被影响而改变方向时，双方会同时改变方向。这正是华严十玄主办圆明俱德门，随举一法，其他一切法即伴之而缘起。所以一方改变，就会影响另一方改变，自己的心念影响整个虚空法界。又因为因陀罗王法界门所解释的整个世界重重无尽，相入相即，所以无论彼此距离如何遥远，永远知道对方并互通资讯无碍。世尊华严智慧量子力学随后证明，这些都是劝转我们相信阿弥陀佛真正可以加持我们。弥陀佛光我们暂时没见到，是因为那个光明处在隐态。老实念佛，放下的越多，和隐态就越接近。绵绵不断的念佛，最终一定和觉悟的弥陀之光契合，那时就是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往生到极乐世界，更是获得无量光寿，所有时空都任意到达，不离极乐也能了知他方世界，度化一切众生易如反掌，何愁家亲眷属不能照顾到呢？这种易如反掌就是觉悟和迷惑，手心和手背的关系。放下便是，念佛便是，相信便是。二，宇宙幻象好比巨大的全息摄影。伦敦大学的物理学家相信，巴黎大学研究组的发现意味着客观现实并不存在。尽管宇宙看起来具体而坚实，其实只是一个幻象，是一个巨大而细节丰富的全像摄影相片。这一大胆的结论真是伟大而契机。华严因陀罗王法界门，凡夫不容易想象，也难契入。念佛信心不足，也难入因陀罗法界门。而这个全息摄影的比喻恰好契机，让现代人可以想象宇宙空间的产生以及佛光如何来接引，信心就已产生。首先必须了解什么是全息摄影。全息摄影相片是靠雷射做出的一种三度空间立体摄影相片。要制作它，物体首先必须用一道雷射光束照射，然后第二道雷射光束与第一道光束的反射产生绕射的图案，两道光束交集的地区被记录于底片上，底片洗出后看起来像是无意义的光圈与条纹组合，但是当底片被另一道雷射光束照射时，一个三度空间的立体影像就会出现在底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全息摄影所需要三道光，三维立体影像就会出现。那我们今生的境界是怎样出现的呢？用全息摄影理论为据，无量劫以前，我们所造之业集合为一束意念的光波，此好比全息摄影第一道激光，前世我们临终最后一念的光波
好比第二道激光，这两道光交集就是因，这个因就像全息摄影的前两道激光交集后被记录在底片上，这个底片就是阿赖耶识，这个因因为里面有善业恶业，所以感应来第三道激光就是缘。当第三道激光照射时，就是因缘聚会时，最终产生了一个三维立体空间，即三善道和三恶道。从这里可以看出，临终最后一念多么重要。无量劫前所造业，只是阿赖耶识的种子，是第一道激光。第二道激光，也就是临终最后一念起决定作用。最后一念是什么，就会感应什么缘分。当第三道雷射及缘分来临时，可怕的六道轮回出现了。但这真的是迷惑的意念波动互相交集产生的类似全息摄影的假象。所以佛法教我们重在当下，当下这一念光波结合前世造作，决定了下面2100兆分之一秒的境界。当下这一念如果是阿弥陀佛，无论前世是忤逆十恶毁谤正法都没关系，因为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这个念佛的自信光遮盖隐蔽了所有业障种子的光波，如科注所言，隐秘显了俱成门一法，佛光显而一切法，此土万物圣贤光明俱隐，也就是佛光覆盖了一切罪业，就是一句佛号消80亿劫生死重罪的原因。所以依据全息摄影理论，第一道激光是我们无量劫的罪业，第二道激光就是我们当前一念或临终最后一念。如果第二道雷射我们换成是阿弥陀佛这一念，那接下来第三道缘分之光，也就是来自极乐世界产生的境界，自然是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我们把当下一念绵延下去，念念阿弥陀佛，那念念佛光遮蔽消除往昔所有罪业，感应的缘分永远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保持到临终最后一念，一定会蒙佛接引。很多念佛见佛的同修都是先见到佛光再见阿弥陀佛，这就是真相，也就是全息摄影第三道缘分之光。有了念佛的因，感应佛来接引的缘，阿弥陀佛真的是光中应化而来。这个光是科学实验测量不到的隐态，是肉眼看不到的，但是念佛的清净心可以见到，所以阿弥陀佛光中化佛来接引。更可喜的是，我们见佛光功夫就提升一倍。量子力学显示，当原子吸收能量，原子就跃迁更高能级或激发态，当原子放出能量，原子就跃迁至更低能级或激态。原子能级是否发生跃迁，关键在两能级之间的差值。这句话刚好证明了佛光普照消除罪业和提升功夫的作用。我们念佛时就处在佛光当中，我们就跃迁到更高能量态，我们临终一念是阿弥陀佛，见佛光时同样吸收佛光的能量，产生越级效应，功夫成片变成事一心不乱，都是佛力加持能量提升的表现。但是如果我们当下一念是贪嗔痴慢疑，那我们的能量就是放出状态，就是消福报，就会跃进到三恶道，到更低能量级。心念的力量不可思议。古大德所言，待业往生
就是因为我们无量劫前罪业没消，但是因为念佛，把凡夫六道轮回的意念光波转换成了自性不生不灭的佛光，这个佛光显，从而掩盖了所有罪业。当寿命到的时候，前两道全息摄影的激光都被念佛的佛光代替，一定感应阿弥陀佛接引，才真正是待业往生。如上种种都是弥陀本愿慈悲摄受，我们才得以实现。三，万法同源是一体，一切皆空，因果不空。影像的立体不是全息摄影唯一特殊之处，更特殊的是，如果一朵玫瑰的全息相片被割成两半，然后用激光照射，会发现每一半都有整个玫瑰的影像。即使把这一半再分为两半，然后再分下去，每一小块底片中都会包含着一个完整的原来影像。全息相片的这种整体包含于局部的性质，给予我们一个全新的方式来了解组织与秩序。西方科学历史多半是基于一种偏见，认为要了解任何事物现象，不管是一只青蛙或一阵风暴，最好的方式是分解事物。但全息摄影告诉我们，宇宙事物不会配合这项假设，因此量子力学家称，如此以来，粒子不是分离的个体，而是某种更基本相同来源的实际延伸。这种相同来源就是佛法所说的自性，就是常寂光。而一粒微尘中有无数佛刹，并不是佛刹变小，也不是微尘变大。十方世界入一微尘，世界本相不坏，佛刹大小不变，微尘大小不变，相容不同。我们的每一个毛孔和毛端都有佛刹，都放佛光，我们肉眼见不到，但是我们应当相信这是事实。倘若一毛端都有无数佛刹，那我们的每一个细胞，我们的整个身体就有佛刹无量无边无数。因此我身就是净土，就是十方一切诸佛刹土。我念念是佛，念念光波是弥陀无量光，蒙佛接引时会发现我也变成无量光，我与弥陀本愿本心相同，都是究竟圆满的大慈大悲，我心就是弥陀，我也普照十方一切世界众生，哪有不爱不度化的道理。全息摄影的不可分割性还告诉我们，因果不空，十法界入一微尘，再怎样分割依旧显示全体，能逃到哪里。古人常讲，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个天网好比法界因陀罗网，彼此交错，而编制这个网的就是众生心念的光波，光光交错，看似交错，实际无有漏洞的网。因为同源常寂光汇集成一片一体，才能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即便是这样，诸佛慈悲，在阿赖耶识里有佛的种子，也就表示一切迷惑众生都能成佛，即是心是佛。但是怎样成佛，多久能成佛，众生根性千差万别。于是世尊慈悲至极，应化世间，告诉我们，世尊本身也是修持名念佛这一难信之法而成就的，因此就有了世心念佛、世心作佛的最方便成佛法门。所以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果诸佛菩萨不来此界示现，我们何以了解深信念佛成佛的根本因果？
转识成智，转迷为悟。你我男女老少，生死凡夫都有份。转变迷惑的心念，就靠一句阿弥陀佛。这句佛号是一切诸佛所修功德的汇集。我们就是如来第一弟子，我们的每个毛端都有诸佛在念阿弥陀佛，我们的世界每一花一草都在念佛。虽然宇宙是幻化的全息摄影，但是幻化的一切事物都是启发我尊重他们，启发我念佛的信心，启发我自信本具的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这三心就像收音机的按钮，帮我把善恶染念的光波频率渐渐调成弥陀净念净业的频率。所以修行不离开生活，修行守住根本戒律，这正是贤公直到最后都耕作不息的意义。感恩一切有情无情众生为我存在，为我表法，知恩回报，以贤公为榜样，用念佛的心庄严尽虚空遍法界，庄严极乐净土。以上是大惭愧弟子善观的报告，肯定有很多不妥之处，恳请师父上人和诸位大德同修慈悲予以指正。今天很难得，我们看到一篇科学的报告，说得跟佛法完全相应，但是对于佛法没有相当的认知，对于科学没有一定的了解，这一篇东西听不懂，也看不懂。我们同学当中有这个境界，我可听得很欢喜。他说的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他的动机是从经文上的两句话：一切大圣神通一达，从这一句经文里面启发他的感想，他的智慧。他看到华严的是玄门在哪里，就在当下。离开当下，没有过去未来，过去现在未来都不可得，假象不是真相。金刚经上告诉我们，法门平等，无有高下。这个法门它的含义很深很广，是不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当然是。是不是诸佛如来过去现在未来所说无量无边无数的大法？是不是？包不包括世间法？包括。包不包括世间所有宗教？包括。华严经上一解释多，多解释一，
这个疑是任意，大乘经教里头佛告诉我们，每一个字每一句都含无量意，无量意是一切意，没有一个漏掉的啊！每一个字里头都有无量意，就人开悟了。什么叫开悟了？从一个字里头看无量意，开悟了啊！字字句句都是无量意，佛经如是。再问基督教圣经是不是？是。伊斯兰教古兰经是不是？是。没有丝毫差别。啊，这个境界，总的一句话来形容它，叫不可思议。啊，我们意想不到，不但我们意想不到，声闻缘觉也意想不到，三乘菩萨还是意想不到，那谁能知道？大乘经教上常讲八地以上，圆教的八地，我们从华严五十三参上看到，啊，圆教初住菩萨，就是我们常说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初地菩萨往上去，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证得初住就知道了，虽知道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他烦恼习气没断干净，烦恼是断掉了，习气还在。啊，华藏世界上所说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通通都是破无明正法身的。啊，但是习气厚薄不一样啊，石柱习气重啊，石行习气就比石柱轻，石回向比石行又轻，石地比石回向又轻，到等觉啊，还有一点点没断。那最后的一点通通断掉了，他就离开菩萨道了，他成佛了啊。那换一句话说，他就离开十报庄严土，这个时候可以告诉你，十报庄严土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他已经假的都离开了，他要证到真的了。真的是什么？常寂光净土，那是真的。回归圆满的自性，这叫成佛，就近成佛。大乘经上所说的
无上正等正觉，因为他上头没有了，等觉菩萨还有上，他上面是妙觉，妙觉就无上了，啊，他上头没有了，啊，这说什么？全说我们的心得。离开自信，一法不离，就没有一法。啊，自信是离体，是本体。其他的是现象，现象里头有自然现象，有精神现象念头，有物质现象，所有现象都是自信变现出来的。怎么变现的？一念不觉，一念不觉没有原因啊，找不到原因。其实这一念不觉称着了，称叫妄念。答案呢已经明显告诉你了，妄就不是真了。离开妄，真的就现前。什么叫离开妄？只要不把妄放在心上，那个心就叫真心。真心就见到真相。心里头有一样东西，有一个佛也不行。心上有个阿弥陀佛行不行呢？不行。心上有个阿弥陀佛可以往生极乐世界，不能成无上正等正觉。为什么？无上正等正觉里头连个阿弥陀佛也没有。啊，那才是真的。只要有一个，那就叫一念不觉。这个要知道，净宗的殊胜就殊胜在阿弥陀佛。我们心里都放阿弥陀佛，行，心里什么都没有，不行，做不到。心里什么都没有了，心里还有一个什么都没有，所以还是有东西啊，不可能没有。啊，没有也是一个，也是一样东西啊，啊，着空了，啊，有不执着了，着空，着空还是执着，啊，还没有回归到自性，空有两边都没有，那叫中道，那又着了中道了，啊，总而言之，你总是会着一个，这就是病根。啊，一切都不着，太难了。啊，禅宗要求的，彻底放下，一念不生。啊，这个难，净宗心里头可以着一样东西，啊，那我们心里头只有着阿弥陀佛。啊，做阿弥陀佛不是明心见性，不是无上正等正觉，不是的，是往生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是凡夫修行最理想
最殊胜的一个处所啊，我们把它说作道场吧。啊，阿弥陀佛亲自在主导教化众生啊，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一生当中决定证得无上菩提啊，那是个保证版，不要经过第二世。所以这个法门叫当生成就的佛法啊，这一法圆满包含一切法。从理上讲，法法皆是圆满包含一切法，众生根性不一样啊，法门确实平等啊，这个法与众生的根基不相应，众生不能得成就。所以佛说法要应机说法，对什么样的根基，他用什么方法来跟他说。啊，那么上观今天的报道，同学们可以多看看，看不懂不要紧，学海贤老和尚一心念阿弥陀佛，念到一心不乱全懂了，一点障碍都没有了啊。这个地方提醒，值得提醒我们的，对于极乐世界，对于诸法实相，知道的越清楚，你的信心越坚定。那我们今天学佛为什么这么困难？就是疑虑没断，你心里头有牵挂有疑惑，惑是不明了，没搞清楚啊，理没搞清楚，事没搞清楚，这个需要教啊，世尊49年讲经说法，为的是什么？帮助我们破除疑虑，就是这个用处的。疑虑放下了，清净心现前。清净心是真心，里头没有染污。啊，这不是究竟圆满的真心，是真心，它里头还有分别。啊，还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这都是什么？这都是无始劫以来有意无意养成的习气，这习气难断啊！纵然放下起心动念，习气还是放不下
习气要怎样放下？立思练心，要在思上去锻炼的，言见色，看得清清楚楚是慧。啊，自性本具的智慧，看了怎么样？分别，分别以后执着，这叫生烦恼了。啊，分别执着里头有善恶，善感的三善道，恶感的三恶道，换一句话是，言在色尘上，造六道轮回也。耳闻声，也如是；鼻嗅香，舌尝味。啊，身之俗，意之知。念念不间断，再造六道轮回也。啊，自己以为是修复，其实全错了。问题出在这个地方，生生世世修复都出不了六道轮回。念佛不能往生，啊，念佛往生的人很多。什么条件能往生？他放下了，微细的烦恼习气没放下，粗重的放下了，就不妨碍他往生。啊，换一句话说得更明白一点，他的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他统统清除掉了，这就决定了往生。啊，海贤老和尚用的是这功夫。啊，生活当中随缘，随缘妙用啊，我们不懂得妙用啊。啊，妙用是什么？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妙用。啊，随缘样样都干，眼照看，耳也照听，啊，六根没有离开六尘境界，啊，起作用跟大家一样，但是不放在心上，这就不一样了。凡夫怎么样呢？他放在心上，放在心上，这心染污了，清净心失掉了。啊，平等心失掉了，自信见不到了。啊，自信是真心的本体，纯净纯善之心。啊，这是我们不得已用个形容词来形容它。纯净纯善，用什么方法来修？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在什么地方修？在生活当中修，在处世待人接物。
顺境、逆境、善缘、恶缘当中修。修什么？就是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心里头没这东西，这个心就是上官报告里所说的真心。啊，这个心是宇宙之间一切法的本体，也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最后的一句话：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自信就是真心。没有想到整个宇宙啊是自信变现出来的。啊，这个东西就好像做梦一样，我们都有做梦的经验，梦是假的，梦根本没有。啊，睡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做了梦，啊，梦中清清楚楚，醒过来还记得。不是真的。啊，金刚经上最后一首偈，佛告诉我们，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如露，露是露水，早晨的露水，太阳出来了就没有了。啊，电是闪电，光一闪再找不到第二次了。告诉我们，设法界一真庄严，甚至包括了化身菩萨所修学的道场，十宝庄严土都不是真的。十宝庄严土从哪来的？无时无明习气变现出来的。啊，设法界从哪来的？叫四圣法界，无明变现，就起心动念变现出来。啊，不起心不动念，这个境界就没有了。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分别执着来的。不分别不执着，六道就没有了。不起心不动念，十法界没有。啊，到最后一品生相无明习气断掉了，十宝庄严土也没有了。啊，这个时候什么？这是常寂光净土现前了。你见到常寂光，你完全融入常寂光，常寂光里头没有相，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就是没有念头。啊，我们有起心动念，没有念头，没有自然现象。但是它能够随缘现象。啊，能现物质、精神、自然现象，它能现。现象就是能生万法。啊，不现就是常寂光，常寂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这份报告说得好，今天科学证明了。极乐世界在哪里？
极乐世界在常寂光里头啊，常寂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那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在常寂光里头啊，我们迷而不觉啊，觉悟之后，原来净土就在现前，阿弥陀佛就在面前。一切法从心相生，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现前；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在现前。自信弥陀，自信观音，多亲切，经上告诉我们，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心跟法是一。不现行的时候，隐的时候叫心，现的时候叫法。隐现不二，佛法真妙啊，妙不可言啊。他的你所说的与阿难无二，与阿难无异，又引现在的海鲜老和尚，刘素云的姐夫，过老居士。生前嗔恚心很重啊，人在临终最后一个念头是嗔恚，他到哪去了？到地狱去了。最后一念，这个缘非常重要。最后一念是贪心，恶鬼道去了，嗔恚心地狱道去了，愚痴畜生道去了，这三恶道刘素云劝他放下嗔恚，一心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在最后几天，他接受了。放下了，念佛往生，瑞相稀有。那要不是刘素云劝导他，肯定地狱去了，等于把他从地狱里头拉出来，送他到极乐世界，这功德无比殊胜的。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心里感觉到不高兴了，这个时候古人所谓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这念头起来不怕，赶快觉悟。觉悟什么呢？我在造地狱业，我要堕地狱。这一觉悟呢，就回头了，把怨恨舍弃了，
啊，转过头来，这让我生怨恨心的人，他是菩萨。啊，他来考验我，看看我功夫够不够，我还不错。最后一念想通了，回头了，回头是岸，这个岸就是极乐世界。啊，念佛往生，凭什么？无量寿经上五个字，清净平等觉。我们用一句佛号把清净心念出来，往生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把平等心念出来，往生极乐世界方便有余土。如果念到觉，觉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往生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在经题上啊，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是在经题的上半部。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大乘是圆满的智慧，无量寿是真实的功德啊，德行呢、啊？庄严是一切的美好，这三桩事情啊，大乘无量寿庄严形容西方极乐世界四土三杯九品的一真庄严。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自己要清楚，要明了我自己有没有能力证果。小乘粗果要断见思烦恼里面的见烦恼，那就是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这五样东西我有没有放下？真放下了，真入佛门，是佛的真实弟子。啊，不再执着身生活。知道身不是我，身是什么？身是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衣服是我所有的，不是我。啊，我是什么呢？自信生活。啊，或者是灵性，不是灵魂。灵魂迷惑颠倒，啊，它不是我，灵性是我，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自信。
随心生活。我们始终没有离开啊，就是不认识啊，把身当作苦，你说冤不冤枉啊？利用这个身造无量无边六道轮回的罪业，天天在造轮回业，你怎么能处理六道轮回？这个事情麻烦了啊！要想脱离轮回，不可以造轮回业啊！那从哪里下手？从五种见惑下手啊，边见是对立，我们常常跟人对立，跟事对立，跟一切万物对立啊，对立就是分别之处啊，错了，因为这全是假的。人等于灵，事也等于灵，万物也等于灵啊！怎么等于灵？它根本就不存在嘛！你怎么可以当真呢？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弹指啊，这一弹指。32亿8000年啊，这一段经文我从头来说一说。世尊问弥勒菩萨，心有所念，我们凡夫起一个念头，即念即相摄也啊，这一心起的一个念头，这个念头里有多少个细念，有多少个相，有多少个实。你看这一句话很简单，问了三桩事情，即念即相摄也啊。弥勒菩萨回答是在讲，是告诉我们呢，啊，弥勒菩萨说，一弹指，啊，这一次一弹指，一弹指，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单位是百千，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一弹指有320兆的念头，就是念是生灭，前念灭后念生，啊，那么。相，相是物质现象，念是精神现象，就是念头心理现象，啊，先把这个念头说出来，32亿8000年，念念成形，形就是相，行界有识，每一个行界都有识，那行跟识合起来就是佛法讲的五蕴，色受想行识啊，这才是真正五蕴的意思。五蕴什么意思？啊，我们过去初学啊，都把它解释错了。
啊，这是一个什么情形呢？无蕴是现象里头最小的，不能再分了，再分就没有了。啊，在佛家讲叫极微色。啊，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了，把它找到了，叫微中子。量子力学叫它微中子，啊，也叫它中微子都可以。那多大呢？科学报告里头告诉我们，这一个微中子，它的体积是电子，啊，原子里面的电子，是电子的100亿分之一，也就是100亿个微中子，聚集起来，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我们肉眼看不见的，我们连原子都看不见，大概原子阿罗汉的天眼能够看见，啊，比原子更小的阿罗汉也看不见的，啊，那要菩萨的法眼才能看见，啊，看到真正看清楚、看明白的。那比现在科学家还厉害啊！真看清楚了，8D以上啊，8D、9D、10D等觉、妙觉，这5个位次，那完全看清楚了，这叫诸法实相啊！啊，所以你要想到啊，所有一切现象。都是在这一弹指是32亿8000年的啊，也就是320兆啊，320兆次的这个频率，那我们现在算秒算，一秒钟有多少个生命？一秒钟能弹几次？有人告诉可以弹7次。那乘其3×21，就是2100兆分之1秒。记住，2100兆分之1秒，波动频率之下产生的这现象，所有现象都是在这个频率产生的。假的，不是真的。啊，不要认为我们眼睛看到的是真的，眼睛看到全看错了。啊，你要是不相信，我手上这个是电影的底片，现在电影不用这个了，用数码啊，进步了啊，以前用这是动画，这是幻灯片动画啊，在放映机里面它的速度是1秒钟24张，1秒钟24张，我们在电影荧幕上看到就被他欺骗了，好像是真的了啊。那如果我们来做个实验，我们24张这个幻灯片啊底片，把23张啊抹黑，只留一张啊，只留一张什么意思呢？就是24分之1秒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啊，我们在放映机里面放映啊，24分之1秒我们会看到有一个光闪了一下就不见了，光里面是些什么一样也没看清楚
根本没看清楚，只看到一道闪光。啊，大概在二分之一秒，我们会看到，哎，好像有人，有房子，啊，有树木，啊，有这么一个概念。二分之一秒，啊，也就是12张这个画面重叠在一起，让我们产生一个错觉，哎，看到里面东西了。那么现在把这个频率加到2100兆，在哪里？就在眼前，包括我们的身体，就在眼前。这叫事实真相啊！我们看到全是假象啊，不是真相啊。真相佛说了，8地以上才看到啊。啊，8地以上，他的眼睛比显微镜还厉害。显微镜看不到的，他能看到。那是什么？眼、耳、鼻、舌、身的作用达到究竟圆满，没障碍了。啊，眼还是这个眼，耳还是这个耳。啊，为什么呢？我们6根、6识被染污。被妄想染污了，被杂念染污了。啊，我们见色闻声，生什么？生妄想分别之处，生贪嗔痴慢疑。这叫造业。啊，业后面就有果报，全是假的，业也是假的，果报也是假的。啊，真的，人生如梦。啊，在梦里头有欢乐的，有悲哀的，醒了之后全带月灵。啊，我们现前所说，通通带月灵。佛说的妙极了。啊，一切有为法。有为法就是生灭法，有为有造作的，有生有灭的就叫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真的是一场梦啊！既然是一场梦，何必去计较它？不计较对了，计较就错了。啊，所以佛菩萨在世间游戏神通，随缘妙用啊，他的目的在哪？目的在度化众生，帮助众生救苦啊，点点滴滴你细心去观察，他就帮着你救苦啊，表演的淋漓尽致，让我们看到了佩服的五体投地。海贤老和尚，啊，在这本书里头，这个里面有一张光碟。这一张光碟告诉诸位，圆满的佛法啊，它的时间大概1个小时，你要是真正看懂了，会开悟
这个老和尚112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怎么修的？一句佛号，一切通通归阿弥陀佛，就是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放在心上，这就是本事。心地清净，心地平等，慈悲啊，当然智慧显现啊，妙慧。怎么妙呢？一般人粗心大意没有看出来啊，你很细心就观察，你会看出来。他把整个大乘佛法落实在生活，完全表演出来了，就像善财童子在华严会上53参表现出来了。啊，生活是佛法，工作是佛法，处事待人接物全是佛法。这就一句佛号，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没有看过一部经，也没有听讲过一堂课啊，他什么都知道。这什么都知道这一句可不容易啊！啊，这一句谁有资格说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才可以说。他真知道啊，他没有念过这个经，你念给他听，他全知道。啊，他不表演给人看。慧能大师表演了，别人念给他听，他讲给别人听，他表演了，他没有表演。啊，这是老师教给他的。哎，你知道了，千万不要讲啊。啊，他听话了。啊，明心见性之后，一句不说，装糊涂啊！啊，这叫难得糊涂，圆满的智慧。所以这些加强我们的信心啊，上官这个报告啊，举了很多科学的证明。啊，用现代的科学术语，意念就是广播，光波的根源就是长久光，长久光肉眼看不见，肉眼看不见的光波太多了啊，所以我们眼睛能见的光非常有限，比我们这个能见光长的光波见不到，短的光波也见不到啊。为什么？心被染污了，修定，修定随着你定功的前身，你看到的光不一样了啊，我们一般人看不到的你能看到啊，最容易看到的一个鬼神，我们一般人肉眼看不到鬼神
啊，有一点点小定，他能看到鬼神。那不是一样看花，他真能看到。功夫再高一点，能看到天神。啊，随着他功夫提升，他能看到。啊，能证得虚头换骨。小乘出果，你看，两个能力恢复了，天眼恢复了，天耳恢复了。啊，虽然恢复，能量并不很大。啊，虚脱环的天眼大概六道里面没问题，他通常知道。啊，音声他听得到。啊，证得二果，又两种能量恢复了，他心通、虚命通、宿命通呢，知道自己过去生中，也能知道未来。啊，阿罗汉的小乘最高的境界，能知道过去五百世。也能晓得未来五百世，啊，菩萨的境界就更大了，啊，八地以上，神通道理跟究竟佛非常接近。叫诸法实相，这不是假的。啊，佛法是一门道道地地回归自信的教育。他教育的目标，帮助你回归自信。你本来是佛。啊，世尊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佛陀的教育帮助你回归本来是佛，就如是而已。这个我们要知道。啊，东方人的教育跟西方不一样。西方是知识，不是智慧。啊，西方的是讲科学技术。啊，东方是智慧。东方是要真正了解一切诸法的真相，叫真相大白。方法不一样啊！佛陀教学，释迦牟尼佛也是秉承一切古佛啊！怎样教人？教人开悟，教人明心见性。方法是戒定慧，应戒得定，应定开慧。这个方法传到中国之后，中国的儒接受了，中国的道家也接受了，啊，所以儒释道在这2000年当中啊，通通都是用这个方法，持戒、修定、开悟。那么他的理念是一门深入，常
常识熏修，这是教学的理念。方法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这个跟西方完全不一样。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就是你不能学太多，学多了杂了乱了。学的目的在哪？目的修定啊，定只能定在一个，不能两个三个。啊，现在学两个法门，学三个法门，这都是胡闹啊。这都是开玩笑啊！啊，他能够学到佛学知识，佛家的戒定慧他得不到。戒定慧管用，能帮助你恢复神通，能帮助你开智慧。智慧是自性里头本有的。啊，方法。读书千遍是对知识分子说的，因为学生当中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啊，知识分子教你一门深入，这就是戒律啊，方法一部经，你一直念下去。海贤老和尚不认识字，就是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一句佛号念了92年，日夜不断，一门深入啊！啊，他不止千遍的。一天都不止千遍的啊，千遍这个千不是数目字，是无数次重复啊。为什么呢？心定下来，用这个方法修禅定，不是别的啊。你要不念着佛就会胡思乱想，就有妄念起来，就有杂念起来，那你的心就散乱了。用这一句佛号把心收起来啊，用一部经收心，不能搞很多部啊，到你大彻大悟懵懵的懂了啊。所以佛法里头法门无量誓愿学是在什么时候？大彻大悟之后才学一切法门，没有大彻大悟之后啊，不能学。为什么？你学不到啊。悟了之后啊，无论一切什么法，你只一接触就明了了啊。龙树菩萨开悟，他用了3个月的时间，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全学完了，完全通达，没障碍了，开悟了，就什么都知道了。啊，这一部经要不要从头到尾看？不需要，看当中几段全通达。啊，在《坛经》上我们看到法达禅师诵《法华》3000部去见六祖，六祖问他：世尊在《法华经》讲些什么？你讲给我听听。他说不出来，回过头请教六祖，六祖说这个经我没听过，你念给我听听。
他念三千遍了，那背得滚瓜烂熟。法华二十八品，他念到第二品，方便品。能大师说：“行了，不要念了，我全明白了。”讲给他听，他开悟了。啊，这就是悟了之后啊，学东西哪那么费劲呢？几句话当中，这个门一门功课就解决了。所以，龙树菩萨三个月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教贯通，我们相信他真有这个能力。啊，我们三个月可能一部经都不通，他三个月全通了。这就是说，开悟之后再学。快啊，没有开悟之前去学，越学越糟，把你的清净心全都破坏了。你用什么学？啊，然后才知道中国古圣先贤所传的真正的实学，实实在在的学问，不是虚假的。科学技术不是真东西，是虚妄的。这个道理要懂啊！为什么它是生灭法？佛法的是不生不灭法，禅定是不生。何其自信，本无动摇。真心是不动的，真心是不生不灭的。啊，佛法的修学一定要与自信相应。至少，能大师给我们说的这五句，4句是讲自信的本能，最后是讲它的作用，它的作用。能生万法，啊，所以见性呢，对于能生万法，他哪有不通呢？法法他都明了啊，啊，这就叫什么都知道。闲公老儿，我什么都知道。啊，变法界、虚空界，他们有一样不知道。哎，见性，用什么方法见性？一句阿弥陀佛。啊，他念佛92年，算他一天念10万声，92再乘10。啊，一天呢，那不是92年呢，乘10，你就晓得那个功力是多深。啊，他的心多清净，清净平等觉他得到了，这是非常值得我们羡慕。我们应当向他学习，放下万缘，一门深入，啊，度数千遍，其意自见，着重自见，自见就开悟了。不要人教啊，全明白了。啊，明了的一定要落实在生活，生活上还着相，这个不行，还有分别，还有执着，啊，吃东西这好吃那不好吃，这就完了。回归到凡夫，为啥来了？怎么有分别有执着呢？
啊，你看看老和尚似的，他一生当中吃东西，没有哪个好吃，哪个不好吃的，没有这个分别。功夫啊，眼见色，没有哪个好看，哪个不好看，没有。他见到平等的，他见到真相啊，所有一些现象都是2100兆分之1秒的现的幻象，没有一样是真的啊！可别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坏了。啊，这个里头讲到意念光波产生物质现象，这就是佛经上常说的相由心生，色由心生啊。佛经上讲的相物质现象，色也是讲物质现象，五蕴里的色是物质，受想行识是心理现象啊，受是感受啊，想是念头，想前想后啊，它作用非常大。第六意识是想，第七莫那识是执着。啊，那么这些物质精神现象包括自然现象，它的根源就是阿赖耶。阿赖耶是妄心啊，自性是真心，用真心不用妄心，真心没有分别，真心没有执着，真心没有起心动念，用真心就是佛菩萨，用妄心是凡夫。学佛了，要锁定一个目标，这一生要成佛。啊，成不了佛，往生到极乐世界等于成佛啊，到极乐世界就得到成佛的保证了，你在极乐世界决定成佛啊。怎么成佛？往生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进入阿弥陀佛的讲堂，接受啊阿弥陀佛的教诲，离开讲堂呢就成佛了。为什么？没有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不会离开讲堂。极乐世界的人身不是我们肉身，要知道我们这个肉身物质现象是阿赖耶的相分啊，我们起心动念是阿赖耶的见分，全是阿赖耶做主。到极乐世界去的时候是莲花，坐在莲花上去的啊，自己你看到，别人看不到啊。临命终是阿弥陀佛加持，你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看到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拿着莲花来接引你，莲花开了，我们坐在莲花上
啊，花又合起来了。佛把这个花带到极乐世界，放在七宝池里头，然后花再开见佛。就转时成智了，啊，在莲花里的那个时间就改变了，这是阿弥陀佛加持我们的，我们自己要转时成智可不容易啊！啊，阿弥陀佛用莲花，你看，帮助我们转时成智，所以花一开，什么样生呢？法性生。啊，居住的极乐世界是法性土，法性是不生不灭。啊，所以相貌之好，无法想象。啊，世尊在观经上告诉我们，赞叹阿弥陀佛的相，阿弥陀佛身有84000相，每一个相有84000好，每一个好放84000光明，每一道光明里面有诸佛如来在那里讲经教学度众生，等于说在一个身上看到全宇宙，遍法界虚空界都在阿弥陀佛身上看到了。我们一定要知道，往生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我们的身跟阿弥陀佛的身完全相同。这是48愿第一愿，啊，阿弥陀佛发的这个大愿，十方世界众生身相不一样，啊，不一样他就生烦恼。相貌好的骄慢傲慢，相貌差的自卑感生烦恼，所以极乐世界相貌完全一样，跟佛相同，大家不生烦恼。这无比殊胜庄严呐！啊，所以法性身法性土，寿命无量，长生不老，又不要吃饭，不需要饮食啊，不需要睡眠啊，所以极乐世界是光明世界，没有黑夜的啊，听经一直听到你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离开讲堂成佛了，在讲堂里面是菩萨啊，离开讲堂就成佛了。啊，那么在讲堂时间长短，每个人不一样。更新力的很快就出来了，就毕业了。啊，更新差一点，时间长一点，决定成就啊。所以到极乐世界等于成佛了。啊，我也常常告诉诸位，净土法门是一切诸佛如来永远的正法道场，它没有相法、末法、灭法，没有，这个法门只有正法。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有正果的，往生就正果。海鲜老和尚他出家的时候，师父给他剃度，剃度完了之后告诉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他师父说法他听法，他听了之后他真干，真念佛，那就修行，最后你看往生极乐世界就是真果啊，有摄经的，有天经，有修行的，有正果的，这叫正法。
啊，只有净宗永远是正法，其他的都有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只有净土没有。这个我们要懂啊，我们遇到这个法门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的福报啊，多生多劫修来的。大乘经上讲，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过去生中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今天遇到法门，得到诸佛如来的加持，你能信，你能愿，你肯念佛，你决定往生，不容易啊。啊，上官同学这一份的报告啊，同学们有科学常识可以看，能看得懂啊，看不懂也没关系啊，科学家为我们做证明，海贤给我们证明。我跟大家说了，第一个证明极乐世界真有，他见到了，他往生了。第二个证明，阿弥陀佛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跟他决定不会错误。啊，第三个证明，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是真经。第四个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的记住是这一部经正确的解释，没有说错啊，字字句句都有来历。最后一个证明，我们这些年来一部经一句佛号啊，不改变方向，这个修学是正确的，没有走错路啊！老和尚为我们表这个法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这个问题。